看一下。深一点点的木纹都是可以的。啊，一般情况下是给上这个材质的木纹，可以渲染一下看。速度确实有点慢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质还是比较有细节的，但是这个材质的颜色有点偏浅了。好，我们将它改正一下。然后它 put 值，将它的 RGB 值往下拉，让它深一点点。啊，颜色深一点点。必定是做雪景，颜色不要太浅，深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啊，现在对它进行一个覆盖雪的一个调节。表面生成雪啊，覆盖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因为它是以米为单位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时候我们比较难处理啊。face 稍微小一点点啊，有那么一点感觉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不用管它。相应的这个也是相当于覆盖雪啊，生成，face，有点感觉就对了，生成，这个也是生成，相当于加了几个修改器而已。但是你人为的加的话，肯定没有系统帮你加，省事儿哈。所以说我们才发明了这个，这个做雪的这个脚本，可以高可以低，看你自己对场景的理解。大概这一节处理好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材质，现在来看一下，材质都是有的，因为也是调整好的，先不管它，因为它的面数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根据情况而定，面数实在有点多了。啊，这些小的我们就不要去过分的去纠结它了。张琪全部已经塌陷出来，现在我们看它的面数有多少。啊，面数是很多的，5万多。啊，对于这么一个石头来讲，石头场景来讲，它有5万多的面数的话，我们渲染是很困难的。所以说是我可以。将它
修改，我们选用第二种方式，M 打头的，对，一个减面的方法啊，很慢啊，M 打头啊，首先第一点也是，我可以 create，先看一下我的面数，相应的对它进行减面，只要不损，不是太破坏它的细节就可以了。改成5啊，一下子还是看得到嘛，对吧？一下子面就减下来了，来看一下，也不是太过于影响细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哪怕你减成1都可以，只要是不要太过于影响细节，一不行啊，二都可以。石头本来就是有棱有角的啊，这样就行了。按照我这种方式，把这些东西全部 copy 一下啊，给它也给上。给它也给上。这样也是一个减面的好方法啊。相应的省点系统资源，啊，肯定有点慢，渲染一下看，只要不破坏大体的形态就可以，啊，只要不破坏大体的形态有就行了，啊，剩下的Ctrl 加 S 一下，进行保存。做的东西越多，它保存的也就越慢，证明你场景的东西在不断的在丰富。好，我们接着将它保存完毕以后，在它上面覆盖上雪，以它自身为坐标系。鼠标轴，覆盖一下，这个很显然，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，我们改一改。Noise 改一改，Noise 有点不听话。我们大概做一下。
好，最后一个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按住 C，看一下摄像机视图。这样我们就把雪覆盖到石头上面去了。在这上面，要告诉大家一点的是，利用这款小插件可以很好的解决雪的制作问题，但是它不适合在面数很多的模型上进行制作。它生成的原理是在模型的面上生成的，所以说面如果比较多，将在每个面上都会生成这样的模型，那速度会非常慢，而且容易出现报错或死机的情况。所以一般建议最好不要用它来制作积雪啊，在模型树上不要用它来制作积雪，可以在一些小品上面啊，或者在一些面数比较小的地方，可以用它来制作积雪。这样效果会好很多啊，然后我们放开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之前的，之前一些制作积雪，好，还有这个，我们可以一起来都把这个地方全部。很显然它这个模型有问题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很显然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反转一下，normal，这个是法线反了。它显示有问题，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纠结它了。现在我看一下它的面，我也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减面。M 开头的。保持一下基本形态就可以了啊，保持一下基本形态，因为我们所要看的是雪，这个也是，copy 一下，复制一下，剪完面可以。进行塌陷，没有问题的。雪这个掉出来，调节一下。这个有可能是单位的问题哈，我们先把它调节一下。可以大概的做一下生成，看一下，渲染一下看。
近景的地方，我们做的稍微细致一点。遵循这个道理，遵循这个原则，我们把它制作出来。好，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制作完毕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个车子导出去，有可能是单位的问题啊，导出去，制作一下血，导出去。加成一个，再开一个 max，将它进行单独的制作。可以 merge 进来啊，import merge 进来也可以，打开也可以啊，根据个人习惯。啊，它是米和米，我现在将它改成毫米。那改成毫米，现在我们再次进行血的赋予。先随便选中一个。还是比较大。或多或少还是有问题，我先把这个删除掉。再次打开。我现在用打开这种方式。